最恐怖的各国都市传说，你有听过吗？江户时代人烧掉的地方，火葬场，很多灵魂听说还在。后来在一个百货公司买相机录影，听到一部看不见的人说又来了，马上换新的。有几层是施工上电梯，就在中间施工那一楼，砰！突然间停下来，还跟呀呀的，那妈妈好恐怖哦。那他妈妈真的说：“你真的觉得我是你妈妈吗？”今晚10点，小明星打更班。